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上星期四嘅夜晚喺一間半落閘嘅酒吧裏面同大約40人聚會，被質疑違反限聚令。佢下晝喺立法會親身回應事件。條例咧，有啲可能大家唔清晰嘅地方啦。譬如話，我諗除咗議員要喺外邊做嘢之外，有啲你哋行家都喺外邊做嘢啦，或者好多電視台啊等等都可能要出去外邊拍嘢啊等等嘅。咁呢一啲係咪完全不獲豁免咧？我覺得喺呢啲地方咧，政府可以多啲澄清，令到咧唔好市民同埋即係大家或者記者行家啊，或者一啲做嘢人有不必要嘅恐慌。嗰日係落一集啦，係一個私人嘅地方。咁如果根據嗰條規例嘅3:1嘅話咧，係唔合適嘅，即係唔適用嘅。